看来这里就是2051年的黑刃基地了，开始进行调查。喂，喂，带上这个，保持联系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救我？我是2050年和平精英的特种兵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帮我控制安保装置，让我可以拿到机密文件。明白。穿过这道门，你就能回去了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